今集可以话系深港粤剧交流，好开心邀请到深圳粤剧团嘅团长晓毅为我哋出演宋徽宗，仲有吴立希饰演周邦彦，我谢晓莹就饰演李思思，为大家送上一节凌霄嘅原创作品《千纸破产》。有兴趣嘅朋友，8月23号晚上8点半凌霄直播室见啦！记得订阅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凌霄频道啊！